好，我是瓦特，今天是星期二，瓦特乐，各位看看，两个月没有用的头发。今天呢，就是想跟大家证明一件事情，颜值高的人头发不好整理还是一样没用的。就像我已经快受不了这一头鸟窝了。我今天弄头发呢，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呢，就是让你们看有整理跟没有整理头发的差别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尝试了新的造型，想给大家看。那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咯。我回来了，相信大家已经深刻体会头发对一个人的重要。那不知道大家喜欢我原本的样子，就是片头你们看到的那样，还是我逗号刘海这样，还是我现在的样子？其实我两年前都想烫这个样子，但终于鼓起勇气烫了，相信你们一定也喜欢。那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今天的分享结束了。那今天的影片结束了，喜欢记得按喜欢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和分享哦，千万不要忘记追踪我们各大 IG 还有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寻找我们的最新动态。我是瓦特，拜拜！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怎么办，我好紧张，我一点都不好笑，我好紧张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我做不到。